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！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首届CPSL世界顶球超级联赛。现在我们的球员已经入场，黄色卡拉宝队，白色 Winner Kayak 队。 现在我们的球员正在进行热身。 CPSL 挺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首个全球性职业挺球联赛，首赛季共有6支球队参加，球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，均为世界顶级选手。众多球员曾获得过挺球欧洲杯冠军、世运会冠军、世锦赛冠军。首赛季安排在2017年8月，为时38天，赛事分为积分赛和冠军赛，共有34场比赛。 本次比赛主赛区位于浙江宁波的东钱湖风景区，全场赛事将会在一直播、章鱼直播、企鹅直播、微赞等平台同步播出。 球是一项结合皮艇和传球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，赛池范围35米乘23米，上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。每场比赛由2支队伍进行对抗，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池区内竞赛，另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池外守候。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，还以桨传接球及阻挡进球，更允许球员推敌方身体使其翻船。 或以船撞他的方式阻挡进球，因此具有一定危险性。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、救生衣，并严格遵守条例。
本次比赛的解说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颂廷先生。梁先生你好。大家好。黄队，卡拉宝队一号球员是来自日本的伊高瓦。二号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。三号是来自巴西的凯尤罗萨。四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Jason Leather。五号是来自新加坡的杨忠贤。六号是来自法国的 Benjamin Dover。七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信。八号是来自日本的后亚。九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陈忠伟。白色的 Winner Kayak 队一号球员是来自荷兰的 Rydecker。二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Matthew Perry。三号是来自新加坡的王汉龙。五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Mick Graham。六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Wooden。七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Louis Wu。八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赵子欣。十号是来自法国的 Arnold Robin。 裁判 Yvonne 陈生华 Chen。Thank you.
这是一个犯规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1-1，平了。救了，卡拉宝队的六号是来自法国的贝杰米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2-1，卡拉宝队暂时领先。这是一个队伍的战术，各队在讨论自己的战术。队获得了一次的角球。发动了一次的快攻，哎，有空隙，哦，被挡下来了。
是由一号的 Roy Decker 来自荷兰。 Roy Decker 是荷兰前 U 21的国手，今年才22岁。 这是一个底线球。 现在是2-2平。 球被威尼队抢到了，5号射门。杨先生，这个球好像比较轻松。是的，是的。距离他，首先他距离比较近，然后他防守也不是非常严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3-2，威尼队暂时领先。 不进了，6号。
号的 Matthew Perry 来自澳大利亚，他是现役的澳洲国家队球员。Matthew 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虽然他是素食主义者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打球这么厉害哦。镜头已经到了我们的 Matthew Perry。之前有提到 Matthew 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我们有采访过他怎么保持他的身材。他说，他获取蛋白质的方式不是从动物的肉，而是从大豆以及牛奶。但他并不是非常喜欢牛奶，主要还是从一些豆制品中获取以及蛋白粉。挺球运动已发展近百年，在欧洲非常普及，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。目前欧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，平均每一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，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挺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，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。目前挺球项目预期将列入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，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示范项目，可能在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。Go from the friends.
现在开始了。球由八号的 winner kayak 队抢到。我们好球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4-2，温妮队又领先了。开场没有几分钟，又是一个猝不及防的射门。进球的球员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赵子欣，他是现役的台北。卡拉堡队采取的是4-1进攻体系。这是一个角球。球现在已经到了温妮队的手里。直接继续传球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卡拉堡队发动了一次快攻，哦，一对一，射进了。天哪，梁先生，这个球。二号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，他也是新加坡现役的国家队队员。我觉得刚刚那个球也是看上去非常轻松。他首先自己很积极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4-3，温妮队领先。线球，刚刚进球的球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zim。
他是本次比赛最年轻的一位球员。上场的比分现在是4-4。卡拉堡队进球了，进球的是8号球员，哦不对，是来自日本的波亚，波亚是日本前国家队队员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5-4，卡拉堡队暂时领先。卡拉堡唤醒你能量。Winner kayak 开球。哦，犯规了，这是一个非法把持。现在是5-4，卡拉堡队领先。
六号球员的挺翻了，中球了。刚刚中球的是来自日本的伊高瓦，他是日本的现役的国家队队员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6-4，卡拉宝队领先。刚才的射门太明显。看下这里发动了第一轮的进攻，这是一个角球。进球了。今天盖亚队的六号，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乌德，他也是马来西亚现役 U21 国家队球员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6-5，卡拉宝队暂时领先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25秒。现在是暂停时间，双方的球队正在交流战术。那盖亚采取了定人防守，人定人，也就是一对一。现在抢到球了，路易抢到球了。裁判喊暂停，要判牌了。对进行人盯人战术，做得不胜。一直漏人，一直在漏人啊！哦，现在，哦，比赛结束。这个球在比赛结束之后才射进去的，所以这一球不算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6-5，卡拉宝队领先。我们的比赛暂时结束了，卡拉宝队赢了。
常感谢大家收看本场比赛，我们下一场比�3:30准时开始。